非常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王组长。会不会太高啊？这样子。大家好。真的好还是假的好啊？我不太相信哦。可能你们听完了这场课，你们才真的好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警察站在台上跟你们做心得报告的？有没有？有啊，我看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吧，啊，是不是第一次啊？不是。哦，那表示以前还有咯。好，你们跟警察很有缘啊，啊，不过还是少到派出所去好了。哎，今天这个题目啊，我们晓得，这个现在的社会啊，治安问题啊，成为我们这个内阁啊最首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啊。所以今天呢、啊，说实在的，治安的败坏跟我们在座的当然目前没有什么关系啊，可是跟以后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你们知道吗？麻烦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家庭的问题，若是这个家庭成出了问题，学校也会很头痛，那就更社会来讲呢，就更头痛了。为什么？越演越烈。妈妈若是把这个孩子教好了，这个孩子怎么变怎么变也不容易变坏。妈妈若是不重视母教，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周朝啊，周朝我们都知道，周朝有800多年的历史，对不对？我们为什么称人家叫做人家的这个内人夫人叫做太太？你们晓得你们将来为什么要当太太？你知道吗？哎呦，怎么搞的呀？这就是说，周朝的太姜、太任、太氏，哦，这三个女圣人，太姜生了太伯、季离、仲雍三个大圣人。那个太任呢，就生了周文王，文王是大圣人啦、啊。那太氏呢，就生了周武王和周公两个大圣人。所以三太三个女圣人生了那么多圣人，所以周朝才有800多年的历史，创世界纪录。你们晓得吗？怎么将来怎么当人家的太太呀、啊？这样子怎么得了啊？啊？太太就是表示有三太之德，才能够叫人家，才能够这个是尊称啊。我们不能说我的太太，那就错了。我们尊称人家的叫做您太太，这是对的。所以称呼啊不要乱用，这是典故的由来，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各位将来要准备做人家太太的呀、啊，要搞得清楚怎么当啊，不要当了当着当垮掉了，麻烦了。说实在的。我看有很多人在偷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看到谁来了。哎呦，周润发来了，哎，像不像啊？到底像啊？我最初还不太相信，你知道吗？我那人一直跟我讲，老公啊，你真的有点像那个周润发呢。我说周润发是谁呀、啊？我说周润发是谁呀、啊？他说是个电影明星啊，哎呀，亚洲影帝啊。我说我不太相信呢，我就跑去看他的电影，一看，哎呦，还真有点像呢。好，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啊，老师跟各位报告，全部出在我们的心里产生的问题，才会国家政治的不安定啊，社会现象的紊乱，多是出自心理问题。因为我们人心本来就很矛盾，您知道吗？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呀、啊？少女心，海底针，猜得着摸不透，这很麻烦呢。麻烦呢。哎，所以各位啊，要了解自己的心在哪里呀、啊？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这个心呢、啊？啊，
是谁偷走了我的心，有一条歌是不是这样子啊？有没有会不会唱啊？不会啊。好，哎呀，我会讲不会唱啊。啊，这个此地不宜唱啊，啊，穿了制服更不好唱啊。这个心啊很妙，心不是指我们的心脏，假若是心是指心脏的话就麻烦了，心可以互换，就换心人啊，对不对？可见这个心脏不是我们所指的心。这个心的本体啊，要讲的话不好讲，也很深，讲个几十年也讲不完。说实在的，可能各位也听不懂，我们讲它的作用各位比较了解。我们这个心啊，台湾话你们会讲吗？就好像猴子一样，心狗心狗，心中跟他有一只狗底下步步跳，心中跟他有一只狗底下步步跳，动不掉呢。这要问那些小男生才知道。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一过来，就心猿意马，怦然心动了。这个心啊，你看，当初有个小沙弥，两个小沙弥看到那个庙里面的旗子在动，对不对？结果那个沙弥说，这个到底是旗子动，一个说是旗子动，另外一个小沙弥说，风吹才会动啊，是风先动，风动。另外就说，不对，我没有看到风，是旗在动，到底是谁在动呢？老和尚讲话了，就六祖慧能大师讲话了，不是心动，也不是旗子在动，是你们两个的心在动啊，在那边分别，在那边计较，在那边执着，然后产生争吵，吵的是面红脖子粗的。你看看是不是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太会去分别，太会去妄动，产生很多人我的是非，在彼此在冲突，最后演成斗争，这就不得了了，就大伤和气啊。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国和呢？国和就万事平啊。所以啊，我们从事政治的人物，或者是从事教育工作，或者我们当学生，都要注意这个问题，社会才会更安定、更祥和。这个心啊，尤其是啊，爱恨交加、两极化的这个对立，不得了。以前春秋战国时代，卫灵公和糜子瑕的故事，各位听过没有？卫灵公有断袖之癖，也就是所谓的现代的名词叫同性恋。糜子瑕长得很潇洒，结果卫灵公就很喜欢他。糜子瑕是恃宠而骄，据说了，有一天呢，在游桃园呢，桃花树的园子里面，结果看到了桃子，他顺手一摘，咬了一口，好好吃哦。来，皇上你也吃一口。皇上也不无所顾忌，就拿起来就吃啊，也不怕 AIDS 传染啊，照吃不误。我还说糜子瑕，哎呀，糜子瑕真爱我啊，得到好吃的东西还给我一半，没有把我给忘记，颇为感谢。有一天糜子瑕擅自动用皇帝的车驾，因为他妈妈生病，他夜驾皇上的车驾出宫去了，看他妈妈的病。结果这个卫灵公反而不跟他的计较，因为根据当时魏国的法律啊，要斩那个斩脚的，你知道吗？叫月刑，把腿斩断。结果卫灵公因为碍于情面，就把国法放在一边，这就是感情用事。等到糜子瑕有一天年老色衰，卫灵公就很讨厌他，就老是挑他的毛病，挑三拣四的想要找理由把他杀掉。就韩非子就讲话了。韩非子说诈骗怎么说的？他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恶欲其什么？死嘛！所以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爱的不例外细呀，对不对？你看看现在的爱情就是这样子，男女之间啊搞不清楚，爱情冲昏了头。”结果你看那个车祸的现场，我们警察一天到晚调查那个车祸的现场，血肉淋漓啊，脑浆四溢啊。结果呢，那个男生很爱女生，结果女生这个整个脑浆并裂，他的请他在这边守灵一下，他不敢守了。以前是爱了你要死，无例外是今嘛无例外惊死哟，哇，旁边酸了，跑掉了，不敢守了，晚上阴森森的又怕鬼啊，
就是这样子嘛，人就是矛盾的动物，他虽然很聪明，可是最不了解就是自己呀、啊、所以人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知道吗？自己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所以圣贤是征服自己，英雄去征服别人，所以英雄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啊，到最后是死得非常的凄惨啊，对不对？你看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章讲的，看到没有？大江东去，浪花淘尽啊，千古风流人物通通下去了。哎呀，不要那么惊讶好不好？哎，所以说啊，这个新的、啊、真是啊不好琢磨，他的理论啊基础啊也很深奥，可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心理学家只研究了我们人的第六意识，潜意识还搞不太清楚。你若是能够深入到第七意识、第八意识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你对心的本体你会搞得清清楚楚，你就不会被我们的妄心所蒙蔽，我们的真心就会显露出来。我们现在日常所用的心都是妄心，在那妄动，在那边念念不断，念头啊都跟那个瀑布一样在流水，一直不停的滴滴答答叫它停 stop 还是不停，所以晚上睡不着觉，会失眠的呀。你们有这个失眠的经验吗？没有啊，真的假的 啊？所以唐朝啊，举个例子给各位听一下，唐朝这个佛法非常的兴盛，当时啊日本呢、啊、派的这个空海和尚到大唐啊学习这个文化，中国文化就是造成日本文艺复兴，就空片假名平假名，对不对？像日本字很像中国字，朝鲜半岛也不甘示弱，那是叫做新罗，派了一个元晓禅师来我们中国长安取法，学习中国文化，结果那时候都是没有飞机的，都用走路来的，越过鸭绿江，长白山脉，大小兴安岭，日夜兼程啊，披星戴月，相当的辛苦啊。结果那一天没有月亮的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又饥又渴。出家人不是有是那个钵吗？他到处用那个钵去挖水洞，累得要命，看不到啊。就是挖一挖起来喝下去，哇，如饮甘露。当你们饥渴的时候，喝什么都很好喝，对不对？感觉上非常的舒服，比平时还舒服好几倍可能。结果喝下去非常的痛快，第二天早上想带一点水上路，再喝一口，一喝，哎呦我的天哪！结果不但喝不下去了，昨天晚上喝的全部吐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一看那个水洞里面啊，有一个死人骷髅，骷髅上面还有那个头皮，头皮怎么头发又长？古人的头发又长吗？不像我们理短发的。还有那个万虫在那边钻洞，那蛐蛐在那边咬咬酸，哎呀，这一下子把它吐出来了，吓坏了，当下开悟。他悟到什么道理啊？悟到啊，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我们内心的变化而生出各种不同的结果。再说一次，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我们内心的变化而生出各种不同的结果。你们体会一下，谢谢。你们可以体会一下，你心情好的时候说什么都很快乐啊，就是讲你的缺点你也很感到快乐，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到谁都讨厌，连爸爸妈妈安慰你你都觉得很烦，烦死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心很妙的。哎，水来了，看了，这个是水，可以喝的。哎，我看到这个水和你看到这个水一样，就是水嘛，有什么好讲的？哎，学问可大得很呢。鱼看到这个水，嘿，就不是水了。鱼你知道吗？我怕你们已经好像很久没有吃到鱼，都忘光什么叫做鱼了。我是不吃的，因为人家外号，我的外号叫做加菜也抓丢，我是吃素的，我不吃肉。结果那个鱼游在这个水里面呢、啊，他看那个水跟他的一团烟雾，哎呦，我这个汗呢、啊，都流到这个眼睛里面去了，怎么办呢？啊，擦一擦好不好？哎，擦一擦啊、哦。可见呢、啊，
台下不知台上苦啊，兄弟们啊，姐妹们啊，不信你就上来站一站的、啊，请看卖你的灾啊！这个鱼啊，看到水是一团烟雾，就像是它的家一样。它并不知道它是水，所以叫鱼游水中不知水。我们人活在心中，不知心，这人在心中不知心。鬼看到水，你们以为没有鬼啊？啊，到处都是，今天来了鬼片呢，你看不见呢，到处都是啊。孔子讲过，敬鬼神而远之，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易经上面一细时算讲的，故知鬼神之情状，到处都是鬼呢。不要以为没有鬼哦，好多，只是你看不到。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是肉眼，一张纸你就看不到我的脸了，对不对？有障碍嘛，再加上近视眼更糟糕。啊，这个灯一亮一熄掉，太阳一下山，跨膜啊。可肉眼啊，缺点很多。这个鬼看到这个水是一堆脓血，臭的要命，怕的要死，赶快跑掉了，根本不看不碰它了。天堂的人啊，真的有天堂，世界上任何宗教都讲有天堂，真的是有天堂，只是不太知道有几层而已。一般来讲是有28层，啊，正确的数字是28层，啊，道家的思想是讲过，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就对了，天上有的人叫做天人啊。天人看到这个水叫做什么？叫做水晶池，非常的漂亮。为什么同一个水同一个对象？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不同，所以产生四种不同的看法。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看那个狗喜欢吃什么？狗改不了吃屎。对，你们还蛮喜欢讲这个字的啊。他认为那是他的圣诞大餐，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面认为那是什么？最脏的东西，对不对？这样一讲你就懂了吗？所以你打那个狗，自己家的狗在那边吃脏东西，你打他，他看你一眼，你多管闲事，你要不要跟我共享啊？他会讲人话，他就经常跟你讲啊。只是我们已经失去沟通的能力，我们和动物之间啊不容易沟通了。啊，动物的灵性有的比较笨啊，有的是比较聪明。狗是相当聪明的一种动物哦。狗眼看人低，你看过没有？狗眼会看人低呢，狗眼会通阴阳，狗可以看到鬼。所以家里面刚刚过世啊，有人过世的话，还没有超过49天哦，那做七嘛，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那个魂就回来了。那狗看到那个，呜，会哭的嘞，对不对？我曾经也当过狗了，老师跟你讲了啊，只是你忘掉了，一投胎就忘光了，就跟汪海林唱歌一样，忘了我是谁呀、啊，啊，通通忘光。你看这个茶壶啊。哎，假如这个是茶壶的话啊，有一天呢、啊，喝醉酒了，不小心拿着当了尿壶使用，因为以前没有抽水马桶，就茶壶当尿壶。早上一起来不对劲，哎呀，太可惜了，这是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古董，怎么可以这样子作践呢？洗啦洗啦，洗得干干净净，再泡茶，哎，来啊，再喝喝看，嗯，味道好像不太一样哦。好像加了料似的，哎，老李，哎，请进，请进，来上茶上茶，老李请用。老李就拿起来一喝，那个老王看在眼里啊，笑在心里，发出会心的微笑。为什么？老李啊，他并不知道里面啊装过尿，老王是亲眼啊自己撒了尿，就洗了半天，所以他印象里面落入第六意识，所以他印象里面特别深刻。念念不忘，懂吗？所以人心就产生对物质的执着。你不知道，你就没有那个分别；你越知道，你就越钻牛角尖，就是这样来的吗？最后搞成神经病了，懂了吧？所以神经分裂的人啊，非常钻牛角尖的，自寻烦恼，自找气受，自寻死路，都是自己找的，没人给你的呀。所以各位姐妹兄弟们呢，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啊，人心的这个执着，相当的执着，而且相当的矛盾，你信不信？相当的矛盾。你们女孩子看到那个电影明星啊，大牌的越大牌的越想，哎呀，进去献花来献吻的还，哎呀，真的说实在的，不必那么热情啊，这种热情会冲昏了头。说实在的，你看啊，你看啊，我这个水啊。一呕，我口水整个吐进去，啪，吐进去了啊！看到了啊，我自己看自己的口水，一看，哎呀，那么脏，再喝，没有胃口了，喝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自己的口水都不想喝了，不敢喝了。哎，奇怪，还喜欢去喝人家的口水哦？你说妙不妙？你说妙不妙？你们听得懂吗？真的听不懂啊？装的还是假的？还是真的？还是韩系的美啊，就是这样子嘛，人就是矛盾的动物，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啊，兄弟们啊，姐妹们啊，我们对感情的处理一定要慎重，不要感情泛滥。现在青少年的问题很严重，大概是亚热带地区啊，营养过剩啊，发育特别早，所以情窦初开，很喜欢谈恋爱。那时我记得我现在38了37了，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啊，看到女孩子脸都红，连讲话都讲不出话来呢。现在好像很严重了，我看到青少年都这样子了，台北市更嚣张。哎，看到眼里啊，气在心里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对不对？太快了嘛。所以说啊，现在读书的时代哈，最好不要涉及感情的问题。感情是一种强烈的束缚，让我们产生无边的痛苦执着，处理不好就相当危险。所以台湾现在自杀死亡的占的台湾十大死亡原因里面的第九位，这是3年前的数字统计，现在可能是与日俱增，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的青少年，这是非常危险的讯号，都是因为感情的问题不慎处理。像我们远景里面也是一样，最近2个月就自杀了3个远景，这怎么得了？照理说警察是应该去救人的，结果不但没有救人，反而自杀，这是莫大的荒谬，这是我们警察内部要切实检讨，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否则贻笑大方。那有的远景真的拿枪要砰一下子往这里脑门打进去，所有远景过这个自杀的都是几乎90%都是感情问题，所以这感情问题相当的复杂。你今天没有碰到，你明天就会碰到；你今年没有碰到，你后年就碰到，还莫名其妙就碰到，真是这样子啊，妙得很啊。所以各位啊，一定要有理性的态度去处理自己感情的问题，不要盲目的追逐，那就很惨了，到最后。哎，这个杯弓蛇影，各位听过没有？听过了，我不太相信哦。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你就知道听过没有。技术上写的，这是个杯子，酒杯，晋朝的乐广请他朋友来喝酒啊、哦、他朋友一看，拿起酒杯来一喝，哎，怎么有条小蛇在里面呢？哎呀，来不及了，已经喝到肚子里面去了，结果回家就生病了，一直想啊，里面有条蛇在里面钻啊，肚子里面钻，越想越难过，就生病了，一病就不起了，3个月不起。结果岳广知道这件事，赶快把他请回来，大概就是那个弓的投影，这个原地就坐，圆个杯子再喝一次，哎呦，又拿起来杯子一看，又有一只蛇在里面，结果一看，原来是弓的投影嘛，太阳的光线折射嘛，哎呀，原来恍然大悟，这个心病心结在这个心里面缠了3个月，念念不忘，痛苦非凡，结果一下子恍然大悟，哎，怪了，下半节的故事你们没有听过，就一阵呕吐啊，肚子里面胃肠翻动，吐出一条蛇来，听过没有？这一节你就没听过了吧？没有自己编的啊、哦，真的啊、哦。有一句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无中生有”，无中会生有呢？为什么？心里的强烈的执着，心里的强烈的这个力量，会产生造成物质环境的变化。所以心能够转静，这句话
比方跟你们讲，你看那个电视上表演的印度的瑜伽师啊，他的定功到了某一个定点之后，这里面是硫酸，他可以喝，他的定力可以转变这个水里那个硫酸那个分子的结构排列组合，让它产生不变化，不是硫酸，所以他喝下去没有问题。他甚至可以把这个玻璃杯啊，咔嚓咔嚓咬掉，就跟吃面包一样。他改变这个玻璃里面的结构组织，里面的分子原子的排列组合，他的心力已经到了这种定力了。还有一种表演，科学家实验呢，有的人的心力集中啊，用眼睛看，一直看那个钢做的那个条铁那个钢管啊，或者是钢做的瓢羹啊，看着看着，他的力量进去以后，把那个里面钢或者铁里面的分子排列组合改变，然后变成弯下来了。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表演？就是这样子，人的心的力量相当大的，这就是雷射光的原理啊。你看那个雷射，就是光速的原理，把雷射光集中在一点，所有的光线集中在一点上面，那一点可以穿透钢板，甚至可以切割钢板，对不对？那个光都是分散，到处分散，没有啊，没有力量啊。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把我们这个妄动的心啊，把它心地集中起来，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成功。你要读书可以成为状元，孟子讲心是平原走马，一放难收，我们的心啊收不住，就跟平原走马一样。所以说学问之道无他，收起放心而已啊，把我们爱玩的心放逸的心把它收回来，就达到目的了，你就会成功。所以说啊，我们心啊不要旁骛啊，容易产生啊分离的作用，没有办法专心。所以为什么要专心？专心就是这个道理。心的问题啊，可以影响到生理的变化。心里面啊，因为啊，这个心啊，很简单，你们生气的时候，心里面啊很不平静，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里面产生变化，就胃痛、胃溃疡，很多心理啊脾气急躁的人啊会有这种疾病。另外啊，我们当兵，男生可能会当兵，当兵的时候啊，新兵训练中心一个入伍教育，前一周的入伍教育最严格。一下子不能适应，心里面产生紧张、恐惧或是不安的感觉，就会产生便秘，对不对？没办法上大号了吗？就是这样子吗？当你心情浮躁的时候，你的大号可能不方便了。哦，坐在那里想了半天，低头啊思故乡，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啊。所以这样一讲，你们就懂了。这个另外啊，各位都是女性的比较多哈，以后要当妈妈，我告诉你们一个生理卫生很重要。不过现在的妈妈大都不肯用自己的这个奶啊喂孩子，都用牛奶，不知道是为何因素，是为了美啊，还是为了什么，所以搞得这个小孩啊喝牛奶长大的，所以牛脾气特别大，这也是造成我们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之一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啊，真的是这样子哦，没有错哦。我记得以前呢有几个案例，先生跟太太吵架之后，先生跟太太吵架之后啊，结果呢孩子哭了，孩子一哭妈妈就喂奶了，妈妈这个奶一喂下去怎么样，把孩子给毒死了，有没有听过？为什么人一生气内分泌失调产生毒素，尤其是生气的时候脸色大变，脸色发青，恨意难消，内分泌失调产生毒素，有那个化学啊，内分泌的化学的因子啊，产生毒素，把孩子自己的孩子毒死了，不死也病了，很惨，要不是白痴，要不然影响他脑力的正常，这个都是啊，值得我们妇女界的同胞们啊，要深思的啊，一定要深思。这个，甚至啊，这个心理的问题啊，它能够转物质的现象，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唐朝的吴道子啊。很会画这个八骏图啊，现在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那个是无价之宝。八骏图里面有一匹马是最难画的，叫做躺着的马，叫卧马啊，卧马的姿势最难画。天马行空啊，万马奔腾很好画，气势磅礴很好画，那个卧的马就不好画了。所以吴道子学画的时候啊，要模拟那个姿势嘛，要画的才能惟妙惟肖，否则很难入画。结果呢，躺在他的床上，
在那学那个握马的姿势。吃饭时间到了，太太一进来一看，大叫一声，当场昏倒，结果床上躺了一匹马。你们听过这个典故没有？这就是吴道子有名的画马会变马的典故。宋朝的大画家赵子昂先生也是一样，画马会变马。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大家以为很玄，这是事实，没有错，事实没有错。所以你看我们人的心啊，不同各如其面，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面不同各如其心，在座没有两个长得是一样的，你们的心态也都不一样，对不对？对不对？对呀、啊。你看，所以我们的相貌会改变，因为我们的内心世界开始产生变化，所以相会随心转。相学上都有讲到这个问题，相随心转。这个所以说各位啊，女孩子啊爱漂亮的不要化妆，男孩子喜欢潇洒的也不要化妆。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因为少年少女啊都爱美，说穿了每一个人都爱美，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好看，每一个人都喜欢去照镜子。我希望啊大家啊把心啊稍微静一静啊，就不会那么热了。静一静，我们心呢、啊、很不安。我们这个社会有三大现象，表示我们社会的人心都不安了，非常的浮躁盲动。怎么讲呢？很简单，你看看各种场合，不管是合法的集会游行或者是非法的请愿示威，都是集体行动。因为人啊内心的惶恐空虚，所以会走上街头，容易喜欢集会来暂时在群众中忘掉了自己，甚至才因为这种方法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这是很悲哀的现象，很悲哀的现象。年轻人呢不喜欢去街头活动呢，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跳舞、镭射晚会、电光舞会，也是借着这个声光的刺激来暂时使自己的五官啊感到这个好像很刺激的样子，暂时解脱烦恼。所以说这都是内心的惶恐和空虚，甚至无奈，才会追求这方面的快乐。这都是不就近的，说实在的不就近的，甚至啊等于是喝酒一样，越喝中毒越深，这都不是很好的现象。集物狂呢，有些人啊喜欢收集一些东西啊、哦、收集一些古董字画呢，这是比较高级一点的集物狂。收集一些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或者是犯罪啊，甚至是要产生性变态啊，哦，色情狂，这些人啊，也是集物狂的一种。等而下之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刺激狂，他喜欢借外在的酒色财气，哦，或者饮食男女的欲望，来满足自己内心的空虚，叫做刺激狂。我们现在大社会上啊，到处都是这种现象，相当的普遍。这点啊，就是表示我们人心啊很浮动。希望我们啊教育啊政策方面啊，或者是啊社会宣传方面啊，这方面多做宣导，对我们的治安啊有相当大的这个稳定性。那另外一点呢，我们的心啊说实在的很脏，脏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叫心垢。我记得以前中国禅师上面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叫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思是勤佛事，物是惹尘埃，对不对？对不对？对，我们的心境有没有思时勤佛事啊？有没有？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呢，积的灰尘是越来越多，就好像这个桌子一样，一个礼拜不擦，灰尘一层了；一年不擦，这个灰尘积了好几公分了；20年、30年不擦，这个桌子不见了。为什么尘封了？被尘土封住了，太多灰尘下去了，把它压住了。所以我们的心呐、啊，几十年不擦下来的话，或者是几千万劫不擦下来的话，那不得了了。所以啊，一塌糊涂。这个当初苏东坡先生啊，和佛印老禅师啊，有一则很有脍炙人口的这个故事哦，跟各位报告一下。有一天啊，苏东坡在打坐，这个佛印老禅师呢，就说。
东坡啊，你这个打坐的这个样子啊，实在是光明磊落，相貌非常的圆满，就好像佛菩萨坐在那里一样。那个老禅师一讲呢，苏东坡就很高兴了，得意就忘形了。他说：“老禅师啊，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老禅师个子不高啊，有点胖嘟嘟的，哎，有点像弥勒佛的样子。”结果苏东坡就求他了，他说：“你呀，打坐的时候啊，双腿一盘，矮了一截，这个样子就像一堆什么牛粪一样。”老禅师哈哈大笑，哈哈大笑，不讲话。苏东坡认为他赢了，哎呀，这一次总占领了你的便宜了，以前都输给你啊。他回去跟苏小妹报告，苏小妹啊，一听，老哥啊，你这样赢的呀？哦，不看你不，我这样子不对哦，我看你不是赢哦，你输到家你可能都不知道哦。此话怎讲？因为啊，老禅师心地光明磊落，看什么事情都是圆满无缺。你老哥啊，心里面脏得跟一堆牛屎一样，看什么都像牛粪，这就问题就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啊，一天到晚呢、啊，对啊这个政府啊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甚至攻击。当然善意的建议是对的，你看我骂人的时候怎么骂，指着人家鼻子痛骂，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不是东西，你看这只指头指着人家鼻子，有四只指头指着自己啊。比重不同啊，就是我们要批评责难人家，先要检讨自己够不够格，这就是骂人的艺术，不可以随便骂人。再说啊，我们国家啊多灾多难啊，我们都晓得覆巢之下无完卵啊，没有国哪有家，大家都知道。可是知道是知道，知道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一回事，这就很糟糕了。我们讲啊，中国人最讨厌什么种人啊？忘恩负义，所以我们很讨厌，对不对？所以我们骂人家忘恩负义的东西，会这样骂。我们国家对我们有保护之恩，假若我们的国家军队现在没有了，或者是衰败了，没有军事力量了，我们今天不能坐在这里上课，也不能读书，也不能去经商，为什么？整个经济一下子一落千丈，股票市场整个跌下来，你信不信？大家也没有心在这里读书了，没有心了，会产生一种恐惧感，没有安全的感觉。所以国家，你平时不知道国家对我们有保护的恩德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究饮水思源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仔细再跟各位报告一下，你们喜不喜欢自己当中国人？喜不喜欢？喜欢啊。你为什么当中国人你知道吗？不知道，这很麻烦哦。全世界有50亿个人口，中国有11亿，要当台湾的中国人只有2000万，2000万除以50亿，多少百分之几？可能1%都不到，甚至1/500啊，对不对？1%啊，这个比例太小了，比中国爱国奖券还难呢，你都不知道厉害啊。所以我们要惜福，惜福啊，是这样子来的啊。当你有的时候你不尊重，你没有的时候你痛哭流涕会。所以越南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血洗高棉杀戮战场，也更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所以我们对国家啊的保护之恩啊，一定要报答。中国有一句土话啊，老话叫做“不知恩者多遭横死”，一个人忘恩负义，这种人很容易遭到横祸。横祸是什么呢？就好像天灾啊、人祸啊，或者飞机啊，或者是什么车祸啊，很多问题就都来了。就是不是中国人所谓讲的寿终正寝，也是一个福气之一耶。啊，中国人讲究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哪五福你们知道吗？哦，大家都想自求多福，结果搞了半天不是多福是多祸，那就糟了。尤其是现在啊，科技时代啊，问题很多啊，天灾人祸特别多。我送各位几句话，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花开花会谢，月圆月会缺，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所以一定会出事的，不要以为永远可以保平安哦，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哦。只有积阴德广行善事啊，这个福才能够保得住，
否则的话很容易就产生灾变。你自己都不知道，闲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我们警察常常看到这种事情，几个人啊在家里面啊泡茶、看报、聊天，结果一下子一个大卡车、十吨大卡车冲进来家里面，咣一下当场死了几个。哎呀，这是祸从天降啊！有没有听过外国啊飞机失事啊，那个住宅区里面咣一下就死了不知道多少个？有没有看过？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哦。还有一句话，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以生死有命这句话，各位听过没有？孔子讲的生死有命啊，我们要对生命要有一种正确的认知观。人的生命不是这一世就断掉了，好像人死如灯灭，这种思想是绝大的错误，是莫大的邪见，邪知邪见，这会导人啊误入歧途，连我们现在都很多这种观念。所以这社会之安乱源之一也在这里，因为什么？他无所谓啊，大不了一死啊，枪毙就枪毙，反正什么也没有了，先享受要紧啊，变成及时享乐的这个心态，那就糟了，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了，那怎么得了？这个天下国家是大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因果报应啊、哦！人人相信因果，天下太平；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这是周安世先生，一个贤人，古时候的贤人讲的话，值得我们谨慎的仔细的思量。尤其是治安的问题，现在再不从根本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相当严重，恶性循环越演越烈。你信不信？你再增加再多的警力，再多的装备，再多的预算，再多的人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暂时的现象，说不定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我跟各位分析一下，因为治安问题现在是最严重的，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真正的问题所在。我跟就花一点时间跟各位探讨一下治安危机论，解决当前台湾治安危机根本解决之道是什么？六个字：复兴中华文化。我们现在复兴中华文化是喊口号，没有在做。居然还有人说何须孔子啊，这句话他不得了了。今天这个世界这个乱象，我们现在人心那么乱，所以说这个治安啊还是要务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我们这个治安问题啊，一定要从啊根本核心上去解决问题才行。我们解决任何问题，任何的施政措施一定要务本。我们解决问题现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是从问题的表面去解决问题，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你知道吗？最后被问题解决掉了，严重啊，真的严重啊。所以各位啊，我们要大家共劝我们的智慧，来共同啊把这个国家、啊、建立完整，哎，社会安定啊，国家安全很重要。我有个理论，我曾经到绿岛、盐湾、东城这些一清专案管训的队员，警总执训处请我去演讲，7天半搞了14场演讲。这些弟兄们啊，道上的弟兄们啊，都很欢迎，希望我再度前往，能够再度前往。我就强调，放下物资，物资冲锋枪，立地成佛，不费一兵一卒，不要子弹的战争。孙子兵法讲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啊。真正会打仗的，不必流血千里呀、啊，服侍百万呐、啊，战况激烈呀、啊，功勋彪炳啊，一将功成啊，万古枯啊，不得了啊！所以古今的带兵打仗的大将军呐、啊，后代都不太好哎，而且没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为什么？杀生太多了。以前啊，攻占攻城不下，下令屠城，一攻破城破就屠城3日，嘉定三屠，扬州三屠啊，各位听过了吧？那血流成河啊，人间地狱啊，南京大屠杀、啊，所以很可怜呢，各位都不知道啊。只有郭子仪，唐朝的郭子仪，他的威信特别高，他是用威望来领导的。唐朝的郭子仪单骑退回纥。回纥兵啊打进唐朝来，但郭子仪就是他凭他一兵一个将带了一个匹马，就到回纥的营里面说服回纥的将领
叫他们回国，削你的一场战事，这样子的，所以郭子仪的后代不得了了，子孙啊满堂，家里面科甲功名的很多，这个大将里面啊，他的人心宅心仁厚啊，威望领导得当啊，所以才能够造成这种的这个盛业。一般的将军的下场都不太好，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一点呢、啊，跟各位提醒一下。再说啊，现在啊，善恶是非的标准也搞不清楚了。有人问王组长，你一天到晚强调因果报应、道德伦理，请问你道德一斤多少钱呢、啊？居然问我这种问题哎，真是吓了我一跳。怎么讲呢？各位，我跟历史的证明给各位看一下。我们中国人讲究礼智，讲究德智，并没有强调法治，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深深的知道，法律是社会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你用最后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你相当的危险。现在我们就是用法治、用政治放到最前面，糟了，会产生很多民怨，会产生很多的不平。法律越懂法律的人越会玩什么？玩法律，你信不信？一般有这种倾向哦，叫知法犯法。我举个例子跟各位听，中国人历史上有三大法家最有名的，我一讲你们就知道，商鞅变法，春秋时代，对不对？商鞅变法变到最后怎么样？最后被他的法力绑死了，五马分尸，很惨啊。韩非子是法学的名家，他的思想到现在司法官特考还考呢。韩非子怎么死的？被李斯假传圣旨下狱毒死，自杀了，喝毒酒自杀的。李斯心术不正，虽然贵为秦朝的宰相，书同文，策同轨，李斯也是法学名家，结果下场比韩非子更惨，他是腰斩咸阳，一灭三族，也就是满门抄斩。李斯是满门抄斩，所以各位想想看，法家到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子的。中国三大法家的下场，大家都知道啦，就是一个结论，不得好死啊！你看道德不值钱，好，你说道德不值钱，道德一斤多少钱？我告诉各位，你看现在考试院院长是谁？谁？考试院院长是谁？啊？孔德成先生，他是孔子第74还75代的后裔吧？孔子是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代表。中国人积德积福最重的一个就是孔子，没有一个超过他的。所以孔子的后代是代代封官，朝代更替，政府换人，还是尊孔。所以孔德成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啊，美国尊把他捧得好高啊，因为他是东方哲学大师孔子的后裔， Confucius 的后裔，所以非常尊重他。所以你说就是以王永庆先生的这个才识财团来买一个考试院长，你说总统会同意吗？当然不同意啊，对不对？你就知道道德一斤多少钱了吧？知道吗？知不知道？我看是青蛙跳水扑通不懂啊，麻烦了。所以说啊，孔子讲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对不对？你用政治、用法律、用刑罚来惩处人民，来这个规范人民的行为，结果老百姓就喜欢民免而无耻，钻法律的漏洞，没有羞耻的观念，这是《论语》上讲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复兴中华文化，要怎么学孔子怎么讲呢？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现在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要用什么方式来教化？很简单，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产生自我法律的观念，
自己来约束自己，不用靠外面的法律来压迫，或者是来这个喝足，这都不是上策，都是下策。这样一讲，各位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说啊，孔子讲过，不教而杀谓之虐，都是强调教育的重要啊。所以各位在座的女性啊，学生啊，女学生啊，将来都是家庭教育的大权在握，都操持在你的手里面。所以我们中国讲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国家的太平与否，女人家操了一半的权力，你都不知道啊。所以自己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力啊，不要让自己的权力给睡着了，知道吗？要好好的相夫教子啊，很重要啊。子不教啊，父不相，父不相啊，那这个世界就完了，天下大乱了、啊、你看孟母啊，孟子那么贤能的人，还要孟母三迁啊，给他改变环境啊，还要加以调教，才教成孟子这个雅圣。哎，何况我们这个凡夫俗子，再不教就完蛋了，知道吗？欧阳修他妈妈教他画笔写字啊，造成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呀。岳飞的妈妈教他精忠报国啊，孝子贤孙，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啊。孝子为什么孝呢？因为妈妈伟大。所以各位未来的妈妈不是未婚的妈妈，别搞错了，要知道自己任务所在，知道不？都不知了。喜不喜欢听啊？喜欢。怎么没有表示啊？说实在的，当女人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啊。你看我的名字中间有一个什么？丽，代表我多生多世做过女人，你们都不知道啊。各位将来可能会结婚，可能会生孩子，这个孩子啊，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教？现场可能有的老师啊，或者是女性的职员啊，怀孕了，我看到。现在马上就要胎教，马上就开始。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很重要哦。文王周文王的妈妈叫太任，太任就周朝的很重视胎教，我们中国古人相当重视胎教。怎么执行呢？你看妈妈怀孕以后啊，目不视不正之色，连看到那个颜色稍微不偏的她都不看，杂色她都不看，耳不听淫乱之声，不听那个淫乱之声，不要听靡靡之音，也不要看电视，知道吗？而口不出非礼之言，不要骂人，不要讲人家闲话，不该讲的就不要讲。母子连心，心有灵犀一点通，已经开始教化自己的孩子了，娘胎里面开始受教育，这个教育是啊，100%，一点都不会漏掉，他的吸收力是 100%， 全部吸收了。所以说啊，你看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大，越难教，他有反叛的心理，他有抗拒的心理了，所以一开始就教好，在中途再做的话就来不及了，事倍功半。所以现在啊，这句话你们听到了哈，所以一怀孕就开始要教，很重要。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生下圣人来出来的，儿子都是圣人，结果不是来跟我们报仇的，你看怎么得了啊？生孩子有四种原因啊，我教你们怎么生孩子哈，不要乱生哦。乱生就麻烦喽、哦，很麻烦喽、哦。你看看我们警察看到那个那杀父母、杀爸爸的，那是唯一死刑哦。杀尊亲属的，直系血亲尊亲属是唯一死刑哦。刑法里面规定很清楚哦。他为什么会生出这种儿子来呢？就是不懂怎么生才会这样子嘛。生下来给你报仇的，生孩子有四种原因，一个是给你报仇的，一个是给你报恩的，报仇的多，报恩的少啊。报恩的就是孝子贤孙、光宗耀祖之类的，那个叫孝子贤孙，不多。你要广行善事，多积阴德，才能够生出孝子来。易经讲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对不对？一个生下来是讨债的，现在讨债的很多，有的生下来是残障的，有的生下来是智能不足的，哎，家里面都要花钱的，花了一大堆，生下来体弱多病的，一下子花好多医药费，
爸爸妈妈是这个筹医药费都筹不及了，到处借钱呐、啊，告贷，跟你讨债来的呀。还有的是还债的，还不错，哎，赚了一点钱就还给爸爸妈妈用，哎，也没有什么孝顺的心理，没有恭敬心，这都不是好现象啊。所以啊，生儿莫悲，这个莫欢喜啊，生女勿伤心呐、啊。哦，这个各位可以想一想，仔细的琢磨一下，哦，不要为了这些问题啊，哦，在那边缠绕着，很痛苦。善恶的标准要跟各位告诉一下，否则的话，善不知道它的道理，以为是善，结果是恶，真的。所以行善一定要懂得彻底的懂它的道理，你行的善才圆满。尤其是我们年轻人，交朋友特别重要，不要乱交朋友。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你看，以前有个师父跟徒弟走在一起，结果呢，师父就因材施教啊，机会教育来啦，走到一个卖鱼的店，以前那个鱼都是那超市啊摆啊草绳绑的那个鱼嘛，啊、哦，还垫的鱼底下都是稻草，徒弟呀、啊，过来。把那个稻草拿起来闻一闻，什么味道？哎呦，师傅好臭哦，鱼腥味好重哦。对啦，好啦，走着走着，走到一个香铺店，卖香的，包香那个纸啊，徒弟拿来闻一闻，香的，师傅啊，香的耶，这代表什么？环境的影响力很大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所以环境的影响力相当大，而且我们习惯了，不知道它的厉害，习以而不察焉呐、啊，这损失就大了。所以啊，年轻的朋友们呐、啊，交到好朋友对你一生有益，你交到损友，一辈子会倒霉啊，说不定是被拖下水了。所以说犯罪的青少年们啊，往往都是物以类聚，呼朋引伴啊，叫他搞的小团体，一下子泄犯了罪都不知道天高地厚，还自己以为自己没有错，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这一下子陷入这个司法程序啊，造成终身的污点啊，真是未来国家主人翁的悲哀啊，莫此为甚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谨慎啊，谨言慎行啊。我们啊，大家啊，都想要追求幸福，真正呢、啊，又搞不清楚幸福的本质何在，往往花了多少冤枉的力量，结果啊，一场空啊，很麻烦呢。西方哲学家讲过，人生就好像采花的蜜蜂一样，人生好似采花蜂，采的百花成蜜后，蜜蜂采百花成蜜以后，谁吃的呀？谁吃那个蜜啊？人没有经过蜜蜂的同意，结果把蜜拿走去吃掉了。蜜蜂若是知道人把它拿走，没有经过它的允许，它一定会罢工，你知道吗？知不知道？不知道啊。所以蜜蜂很笨呢、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到老辛苦一场空啊。我们笑蜜蜂笨，结果啊，我们人跟蜜蜂差不了多少，五十步笑百步啊，而已啊。所以啊，各位要知道啊，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呀、啊？虚假的幸福啊，大家都不知道，就跟猴子一样，自以为聪明，哦，猴子抓月亮，有没有听过？猴子自以为聪明啊，看到那个湖光山色倒影啊，那个月亮照在那个湖里面，湖水里面好漂亮啊，旁边有个杨柳树，结果猴子一群猴子爬上那个树上，用尾巴吊到那个绳子上面，吊到树枝上面，一个猴子抓了一个猴子，结成一个尾巴。啊、哦，结成一个猴绳，到最后去捞那边最前面那只猴子捞那个水里面的月亮，一捞，空的呀，水底捞月啊。这就是我们呐、啊，追求错误的虚假的幸福，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穷忙活，忙啊忙，你看忙怎么写的？心不见了。所以呀、啊，大家要找回自己的心，这个学问很大，学问很大。所以啊，另外啊，我们讲到这个善恶的标准呢，再提一提。民国三十几年是日本统治啊，日本日据时代，四十几年呢、啊，我记得啊，四十几年的生活水准也很低，直到六十年代经济起飞，大家才比较有钱啊。那时候吃的是菜爆、拖刀、
番薯、咸菜、糙米、糙米还不是白米哦。那时候的糙米，军中还吃八宝饭呢，听过没有？那时候物质水准很低落的，可是那时候医院没有几间呢，你们听过没有？一千万人口那时候也没有几个生病的呀。现在大家吃的太营养了，造成营养过剩，大鱼大肉猛吃猛吃的，所以医院里面呢、都是客满，医院是越建越多，医疗人员的比平均倍数 增长，人口也就增加一倍，跟民国四十几年比起来的话，可是医师的人员不知道增加几倍，医生是最热门的行业，那时候现在对不对？你要挤那个病房啊，还挤不进去呢，还要动关系才行呢，很麻烦的呢，怎么搞了那么多病啊？医学那么发达，怎么搞的呀？这个问题很严重哦，问题很严重哦，大家都不懂哦，以为科技发明啊，其实啊，药医不死病，真正要死的病啊，医生医不好的，绝对医不好，所以很多癌症啊，很多怪病，医生是束手无策。为什么那个怪病特别多啊？跟现代啊，我们饮食的问题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当动物被杀的时候，你看看它产生的那个嗔恨心、恐惧心，它的内分泌失调，排出内分泌里面产生掺杂的毒质在里面，毒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吃那些肉里面掺杂很多动物尸体里面的吃毒在里面，所以很容易生病，所以肉类容易腐败，一下子放烂就臭掉了。水果蔬菜比较不容易坏，而且就是坏了也不会发臭。有没有听过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萝卜保平安，听过这句谚语没有？就是这样子啊。孟子讲过七十以上可以食肉矣，中国人向来都是大部分都吃青菜萝卜长大的，很少过年过节才杀点肉来吃，知道吗？现在是天天过年天天过节，这怎么得了啊？把我们的胃肠当什么呢？受罪啦，所以容易生病，跟各位的身体将来有很大的帮助。今天讲讲这个道理啊，加上啊，从小啊，这个动物的东西啊，尸体放在肚子里面啊，太多了，人的血液里面都是充满了动物的种性，斗争性就会坚固，斗争性就会起来，再多的教育，再好的这个修养，往往会一时的冲动做出失去人性的事情来，所以杀自己的太太，博士一样可以杀妻耶，还分尸八块呢，有这个案子啊，警方有这个案子啊，很可怕呢。所以说啊，人的兽性越来越多了，所以以前大哲学家都不吃肉的，苏格拉底、爱因斯坦、爱迪生都不太吃的，米开朗基罗，这个大哲学家大部分都素食的、素食中我们《礼记》上讲过一句话，中国的《礼记宝典》啊，食肉勇敢而悍，彪悍的不得了。你看那个伊拉克两伊战争吃什么的，都是肉啊，牛肉、羊肉啊，一大堆啊，所以吃的凶性特别大，就丧失理性。我们向来中国的边患是匈奴民族、游牧民族，都是肉食性的民族，所以它侵略性特别强。所以我们现在啊，青少年从小就给他吃肉啊，吃的一个发育很快啊，结果理性丧失啊，兽性越来越厉害，造成现在青少年犯罪最大的动力，各位都不晓得。我今天一语道破，各位要注意这个问题了，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汪组长不吃肉，我都不敢吃肉现在。接着。从小我们有讲，我们古诗上有讲过，劝君莫打三春鸟，只在巢中盼母归，老鹰抓小鸡，老母鸡会抱小鸡的，这都是亲亲的人民爱物的这个词，人民爱物的民胞物语，这种仁爱的思想的发扬啊，这很重要啊。我们不提倡这个的话，从小就造成小孩子对他的动物也杀，蚂蚁也踏死，这些从小就伤他的慈悲心，长大以后就麻烦了，斗争性就坚强，杀机就藏在里面，一到遇到因缘缘条件一合成的话，就产生杀人的行为，这都是因果因果果的问题啊，这个是根本的问题所在，所以提了一下。不要偷盗，我们呢、现在抢劫，结果抢劫恐吓勒取财，这都是盗。怎么讲呢？其实啊，我没有钱，我不要去偷也不要去抢，我跟你老李去借1000块，我只欠你一个人的，我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你去偷去讲，你这个当然背负的因果很重耶，刑法要把你判罪耶，
对不对？刑法都要判罪的呢，到来到处是身败名裂，你借人家钱不还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所以这个祸和福之间啊，只有一线之隔，所以中国字福和祸很相近的呀，写的都很相近，所以大家要深思这两个字的道理。假如我偷公家贪污，现在贪污的问题很严重，公务员的贪污问题相当严重，就好像这个公家的这个啊100块，我把它放到自己口袋里面，他的罪的本质啊，比我向你借100块重了不知道多少倍，因为公家这100块是人民台湾地区人民纳税义务人的，大家都有，所以他的性质啊，罪的性质特别重。你看贪污治罪条例判的罪就特别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各位啊，邮票啊，贴邮票也要注意了啊，买车票也要注意了，不要冒充啊，混进啊，啊，没有买票就上车了，这样子不行的，这就是偷盗，这是属于偷盗。另外呢，现在色情很严重，泛滥的不得了，也就是啊，邪淫的东西，邪淫的诱惑太厉害了，年轻人很容易犯，很容易犯，万恶淫为首，我们都知道。可是现在台湾呢、啊，笑贫不笑娼啊，到处都是色情营业，黄色录影带啊，贴的广告是不堪入目，让我们小孩子啊、青少年啊，血气未定啊，戒之在色，结果刚好相反，把身体也搞坏了，也还得了不干净的病，还整个前程都毁掉了，还犯色情犯罪，贻害终身，让我们妇女同胞也产生了这个变成受害，间接的直接的受害者。这都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这个实在是很严重啊。所以我们女孩子夜间走路都很怕，怕坐计程车也怕，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问题出在这里。所以这个色情啊，这个问题啊，自古以来啊，都是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大家要了解这个，看穿这个色啊，你就懂了，很简单。有一个警员啊，我们啊，有一个警员，我的部下，他在站岗啊，站岗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保险公司，我们隔壁是保险公司，以前那小姐特别漂亮，我看到她我也瞄了两眼，她看到她我看她瞪着不看，一直看忘掉我走过来了，最后吓了一跳，住站好，哦，我是是是，好，我说你在看什么啊？他说了不好意思，低下头来，我说我知道，我是过来人。我说你想看真的还看假的啊？怎么看？什么叫真的假的啊？我说你不是喜欢他那层皮吗？又白又嫩吗？还想亲一口，对不对？他不敢讲了。我说你这样看，看着看着那张皮就退下来了，哎，放在你手里面，你去亲吧。吓他一跳啊，叫你看真面目，你就会吓到。所以人啊，往往为了这个外表啊，把我们骗了，骗得团团转，骗得团团转。我们的身体很脏，说实在的非常的脏，到哪里都要去上厕所上马桶，对不对？对不对？上飞机也要上飞机的马桶啊，厕所啊，上观光号、自强号也要上自强号的厕所啊。我们的本身就是一个流动厕所，你都不知道。有一句话，中国话叫做抱着马桶找马桶啊，听过没有？没有听过啊？没有听过啊？所以啊，后面有人拍手，他可能比较懂一点啊。这个所以说看穿了，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就不会沉溺于感情的执着啊，不会沉溺于感情的这个深沟，也不容易堕落。另外，不要乱讲话，我们这个嘴巴啊，人嘴两片皮啊，好坏都有你啊，很容易犯罪过，没有事就乱骂人，叫恶口伤人六月寒，良言一句三冬暖，你要说好话也可以，说坏话也可以。还有的人喜欢挑拨离间，两舌斗争，专门搞这个问题，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破坏师长和这个学生的感情，破坏政府和人民的感情，破坏甚至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在打仗，这都是两舌啊，罪很重的呀。还有呢，讲那些妄语，就是骗人的话，不诚实。另外呢，讲奇语，奇语就是那个黄色笑话，
或者是啊引人遐思的那个不公不庄重的语言，这都是奇语啊，不好哦，动人邪心邪念，这个罪过很重的，大家要注意，我们不要乱开黄腔。很多影视界的朋友啊，为了逞口舌之快啊，往往会犯了这个忌讳，逞口舌之快啊，乱开黄腔来业众取宠，这都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很不道德的事情啊。尤其是从事色情的表演的人啊，或色情方面的问题的，那个他的下场一定不好，一定不好。所谓性感偶像玛丽莲梦露怎么死的你就知道了吗？珍娜露露布地鸡蛋，很有名的意大利的影星啊，怎么走的你也知道了。哎，还有那个很有名的洛赫逊搞同性恋的，变成怎么样 AIDS 了，摇滚乐的歌手啊，大家弄得大家疯狂啊，风靡啊，结果他怎么走的？所以这个英国啊丝毫不爽，哎，丝毫不爽啊。所以兄弟们啊姐妹们啊，不要去啊活在掌声中，你会很虚幻，到最后当掌声失落的时候就要自杀了。所以说这方面从事这方面的人很多自杀的，越大的明星越容易自杀。为什么？掌声会此起彼落嘛，有时候就慢慢而衰了吗？他是受不了了。所以活在掌声中的人是相当痛苦的，相当痛苦的。我们的快乐不要向外求，要向内求。你向外求等于是人家等于是乞丐伸出手向人家讨钱一样，人家不给你就很痛苦了，懂了吧？人家给你就很高兴了，这不是自己很差劲吗？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我们不要笑乞丐，检讨自己，这心理建设很重要。不要喝酒，当然女孩子是不容易喝酒了，女孩子是不容易，男孩子很喜欢喝酒，应酬交际，你看车祸啊不得了啊，十次车祸有六七次都是喝酒有关的，酒后驾驶啊，产生很多意外事故，造了很多人员的伤亡。我记得美国啊，我曾经到美国西北大学学交通的，美国的酒醉驾驶一年死亡的人数是26000个美国人，比美国在十年越南战争打下来死掉的美国大兵还要多一点，你就知道多严重了。所以不能随便喝酒，所以孔子讲过饮不及乱，要有节制，可是中国人往往没有节制，一喝酒就忘了我是谁啊，杯底不可起金鱼啊，糟了，杯底不通起金鱼啊，是糟了。这条歌一唱，大家都在就跟着走了。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就往往喝酒害死他了，都不知道变成酒鬼了。这酒啊，以后啊，各位劝各位的先生啊，不要喝酒，你不要拿酒给他干杯，懂吗？酒不宜喝的。另外啊，最后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啊。啊，我想到了，女孩子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往往出于无奈。将来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跑去堕胎，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啊，感情不要泛滥，不要随便牺牲奉献，懂吗？这样会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个堕胎在台湾妇女界相当的风行啊，所以最近还有一个这个堕胎这个婴灵供养这个问题出来了，大家女孩子可能大惑不解啊。先跟你们讲讲这个，希望你们能够预防，不要产生这个流弊，要谨慎，要这个保守，不要随便，吃亏的是你们，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女性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虎毒不食子，老虎那么凶狠的都不会吃掉自己孩子，我们人这糟糕了，人不但把自己这个为了一时的这个问题啊，就把自己的孩子给剁掉了，这个就罪过就很大了，所以造成堕胎严重的问题。所以美国总统啊，竞选1984年雷根和美国总统孟戴尔竞选的时候啊，孟戴尔在提倡这个人类有堕胎的自由，是属于个人隐私的问题，不涉及个人的道德。糟了，这一句话一定落选，你信不信？雷根就比较慈悲仁慈，他说不可以赞成堕胎，堕胎是涉及个人道德的问题，不可以提倡。
所以雷根总统慈悲为怀，雷根总统就当选，再度连任。这个都是有一种征兆在里面的呢。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会影响到天下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总统。很多妇女听了孟戴尔这句话，跑去堕胎了，认为堕胎没有罪啊，就跑去堕胎了。这就是教唆杀人，这很麻烦的。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罪性的本质啊。虽然法律很有多漏洞，可是罪性的本质是依然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慎之以死，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再去解决，那就会后悔莫及。这点希望妇女同胞们啊，要仔细的研究一下啊。还有什么问题？我看啊，现在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提早结束。谢谢各位。我看不用敬礼了，我跟各位啊鞠个躬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您听完了王警官的讲演，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很想知道王警官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现在特别向您说明，王警官的通俗讲演录音带有《绝了谁是我》《心理辅导经验谈》《改造命运旧世界》《生命能量的释放》自我成长改造命运，关怀青少年心理，话说从头，从头说起，预防青少年犯罪根本解决之道，怎样获得真实福报，从了凡入净土，生命尽头的醒思等等，都很受到听众们的欢迎。各位朋友，若是有兴趣的话，不妨和学会联系索取。在此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吉祥。阿弥陀佛。